像是有人在开门的声音，就是这个数字传来的。他是那样，哇，你学的好不像。很可怕，他这个真的很可怕哎，很像那种小蜂蜜在叫。再往前，等一下，在哪里？现在直播，居然有93个人，三点了还没睡觉。我现在鸡皮疙瘩，整个手都是哎。对啊，你小心要不要被我鸡皮疙瘩刺到？太严重了。其实我们现在一路走到很多的空地，因为夜晚的关机，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各个路，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走？跟走去哪里？是哪里？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还没到，对不起，在前面。这个应该是我们路过河湾双面积很大的。那个时候名字还不叫淘宝吧？对。我们的最后一关任务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怕我猜对，我先不讲，就放在心里。看不见后面就是那个地方。这边有一个发亮的东西，这个是水塔吧？所以代表这边有一个建筑物，我们看一下。嗯，是这里吗？哦，是灯耶。我们要找一下路，对不起。半夜三点了，居然还有人在看直播耶！哇，全部勾在一起，可以。希望不会变早餐直播。不要。从那边，对不起。不行，我等会再吃早餐。走进去。他妈有问题。因为风太大。对，因为今天。风声、雨声、鹤唳声。从那边，从他那边。对不起，那边嘛，是不是？我想应该也是。好，从这边呢、啊，好了吗？从那边走。我们先走过来好了，不然这样绕过来。现在呢，这么晚了，大家都不睡觉啊。好，从这边走进去。这边。是哦，我们现在人在金门，然后呢，现在金门刮起了这个风，超好几级的七八级阵风，非常大的风，然后这个风听起来非常的可怕。对啊，而且这个风就是你吹到这个树在摇摆摇一根互相摩擦的声音，听起来不像是友善的。对，感觉好像是带着愤怒的情绪。那个洗衣房。而且整个。环境整个温度
因为也开始吹东北季风了，导致呢现在的气温非常的寒冷。可以了吗？放在了吗？放好了吗？而且刚刚其实我们两个在里面都有遇到一些小状况。你应该是大状况。对啊，我第一次度你遇到这样状况。你吓我，郭老师，你又是拖吓我。好，等一下，左手边那边有金炉，走过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金炉。就是那个。哇，那个没有啦，他没有。你在想什么？想睡觉。想睡觉？真的吗？那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不行。好，走。再继续看一下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外景的状况。不要玩了、啊、阿翔，我在直播。你看到了？变漂亮了。你有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吗？灵堂。哪里有写？你手边有在？灵堂。跟我猜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刚刚那段天堂路，大家把这个往生者的遗体运上来以后，就会送到这个灵堂来，对，让这个家属或者是他的弟兄可以祭拜他，可以恭祭。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想说，我刚不知道怎么第一个直觉说，哎，大底吹出来会不会就是送到灵堂，就跟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出外景的时候的那个罪恶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吗？我想起来了。难怪，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桌子并不是拜拜的神桌啦，那个是放。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人在讲话吗？从灵堂里面传出来的，现在还在持续，感觉好像有人在交谈呢。一个是在交谈还是在念经啊？不知道，好像有听起来有点像是经文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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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而且我们现在在荒郊野岭当中，哎，它不像是植物发出声音。大家想要知道吗？就看节目吧。我要跟大家拜拜了，跟大家拜拜吧，拜拜。